Now excuse me if I sound rude, but I love the way that you move, and I see me all over you now. Baby, when I look in your eyes, there's no way that I can disguise all these crazy thoughts in my mind. You give me the lock, I have the key. You know the rules, you know the way. You know I got you. Thank you.
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穿的都非常舒服，参谋洗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然后旧的店子。哦，这里怎么有云席啊？那我们快来吃吃吧。不是，所以今天的是要干什么？今天我们是睡衣派对。对啊，要睡觉了吗？那我们来第一个游戏吧。好啊，什么？什么游戏？什么游戏呢？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选人吧。石头剪刀布，来石头剪刀布。OK。你选他吗？我选他。OK。OK。哇。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分好组了，那先 coach 组先来吧。OK。这边困难 coach。真的呀。coach 组。coach 跟学员。哦。是的。你是助教，那你来画，你来。是。啊不，你想画还是你来吧，我来画吧，我来猜吧。你说你画的时候，我有那么一秒是紧张的。来吧，我们看这么好玩的东西。只能画两笔啊！赞。就这样。笑脸。对啊，没有语言，没有语言。可不是像赞你，成功人士。可以惊喜一下。不是 coach 怎么画画了？这是鞋是吧？是什么？画了个哦，孕妇。哦，挺像。对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像啤酒肚。蒙娜丽莎。哦，这怎么能猜出来？太简单了。我就连眼睛什么都没画，只画一个最著名的。你给镜头。因为他是笑脸嘛，然后我们他画了个蒙娜丽莎。还没画完呢，快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是擦题板也算时间是吗？是。你们是不是玩不起啊？就是看自己，就是玩的。啊？UFO。骚操。浴霸，灭霸，灭霸，你就是那个洗澡的那个洗澡那个雷击，就画了一个画像的那种，就画 UFO 画的雷击啊，其实就是一条山路，围巾，哇，很明显嘛，围巾，大家快点快点，那还是更简单的，篮球，对吧？篮球吧，不是，三个字，排球，三个字，很像篮球这个东西，就井字格游戏那个。就在手球，踩篮球，球打篮球啊？不是，这个可以吗？挂我猜能走。快点快点，不要你，咱们没空你快点啊！宝宝，这个这家伙他怎么变了？画猫啊，那就是画一下画猪侠，再画熊，哈哈哈哈，加一个自画像，最经典的自画像，什么都是最经典的，阿出来吗？阿出来，就是这个自画像，是不是？就是一幅名画，一幅可以说几个字儿，四个字儿，一幅名画剪出来，一幅名画叫什么？蒙娜丽莎，对吗？我知道四个字儿，你把你写四个字，你还哎呀，我大吃一惊，我就疼，类似，是成语吗？你看这个不是成语，怎么可能是成语？方嘴。哦。冰块嘴。目瞪口呆。不如直接把。我没写。不如直接把答案告诉他吧。不是，这是嘴巴呀，这个很正常。一个布，一个头。大家都知道，这是艺术。九秒。十。九。八。七。七上八下。快点，他写不上，怪我。啊，一，叮咚，时间到，还没出完题呢，到时间到了，没事，来吧，别吹了，你们，我来画，也不是我来猜，你来画。这是我们的衣服。哦，喜欢吗？可以啊，喜欢。哦，停一下，
啊，鸡蛋的，永成，门前大鸡架，鱼肉一群鸭，对，鸭尾是烤鸭，加油，我这个怎么，飞龙，猪，飞龙，啊，小猫咪，橘子，猫咪嘛，小猫咪就是对的，这个老性，老我是被写小老虎，多多少少沾点泥土。加黑猫，一样，可以。简单，啥简单？为什么？不简单。这多简单！还有便宜的。那个上学时候还有个《对麦大清》里面那个海绵宝宝。海绵宝宝。牛头马面之狗，他们已经结束了。牛头，真是。牛不，不牛。你们嘴别发火。马，哎。牛头不对马面。牛头不对马嘴。下一个，还能这么玩吗？不能说话。我们在这唱。我们你们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这个，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是这个山顶过过山啊，对山顶啊啊，哥人山顶人，山顶马，山顶洞人，我看下一个。鸡蛋炒鸡蛋，对对对，西红柿三个蛋炒一个西红柿，西红柿炒西红柿炒鸡蛋，西红柿炒鸡蛋，正出现宝宝，出现宝宝，好，小豆豆子打豆豆，下一个，对呀，没有，那是猪圈里边的那个。东西的东西，对，猪圈里面那个石墩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我也忘了。剑拿石墩，剑拿对牛，对弹剑弹侠，对牛弹琴，对牛弹琴，对吧？对弹什么琴？不是弹弹什么？对牛弹琴，对牛弹琴。还有二十秒啊！对网球，对网球，网球拍。对，唱歌，爱王球，爱王球，爱王球，唱歌就是那个。我现在就是你画我画，爱王球，还能笑什么呢？我歌，拿麦克风，拿麦克风。你们的 ，OK， 来，这是第一位。哇，他说宝宝已经很厉害了，厉害厉害。先暂停一下，我先把这道做一下。哦，心上有你。下一个，别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慢慢写。我还要画，我再画，我再写一遍。哇，太难了！什么什么？我天哪！看不急，没有手，没有手，你在画什么？那肯定出题。但是不知道这个。出完一个题之后直接就擦了，然后出下一个题。人家出题的人也有经验。他们都是啥 ？Red。哎，不让我们一起投本。干嘛？干嘛？你在干嘛？瞎咧嘴。你可别搞抽象。牙齿。
鸭子跳舞。来，我们的鸭音，鸭音，鸭音，鸭音鸭音鸭音抱着裤子，抱着书包。我再给大家唱。哎呀，我们这个游戏呢叫做你画我猜，不是你比划我猜。是。什么呀？什么呀？鸭音，鸭嘴熟。你比划呢？张不着，张不着。张牙舞爪猜出来了。我说吧，你比划。哇，怎么这么难吗？太简单了，别来成语了。迷路，不能迷路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看不出来。哇，他画的真好像儿时画画的。你给他看，给他看。我看这是嘴别动啊，马小鹿，嗯，马葫芦不鹿，啊，嗯，马什么鹿？鹿，指鹿为马，过来吧，太没谱了，不要比划家人，真的，哎呀，太难了，你们是不是没坏呀？怎么样？怎么出题这么快、啊？这个是真的很难。对了，看挺像的，水儿、啊，对，水儿、啊，你来画完，蚂蚁的。啊，牛蛙火锅，对，啊，啊，大葫芦，帮你画，葫芦太坑我，帮你画，嗯，我真的会，你什么都不用画，先举着，一片空白，一，嗯，这还不好理解吗？到哪了？你不要说话呢，不作用，哟，你是不是来感谢我？这分帮我赢点五啊？还有多久？还要多久才能？手指在动。Yes， 不。Pace， 你慢慢来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出点什么红黄那种题，别手指在动了。太离谱了。凉。亡羊补牢。对。一只羊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。没。跟着我滚！真的你怕了？你不玩了吗？嗯。哦，小亮你回来了。没有雨，没有雨。哎，这雨，这雨。嗯。我听出来了，五十秒。只是一只羊。我九刀。我万年。九刀。不要等，六刀五刀，三名加一个分，打对四的，五刀，好，刚说的不要接受挑战，来吧，小腿，哦，来听一下来吧，读吧，抱歉，太帅了，看到我们满意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个游戏，第二个游戏是舞蹈对决。OK， 跳到舞，跳到舞。
需要当我的对手。我选七哥当对手。好，我们俩。我们俩上马是队友，我们这马是对手。OK， 那我。